欢迎来到牛屎小教室。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英雄是飞泪。这个版本的飞泪呢，我个人认为啊，我体验下来，我感觉非常的棒。我来告诉大家，这版飞泪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这版装备该怎么出呢？怎样出会比较好？我飞泪第一件装备一定是出角斗士长矛，这不用多说嘛。以前飞泪装备这一件就是固定装，那接下来的装备会跟以前有点不一样，是我接下来会出法防血嘛，然后再来这件就不是圣盾了，因为圣盾已经被改掉，没有办法人家碰它，但会缓速的那个效果已经改成在白盾身上了。现在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改出冰跑，这样我们才有办法留人，因为冰跑的效果是。他戳人一下，他会有一个很强的缓速嘛？那飞泪搭配这缓速下，他好留人，加上可以有效增加他招式的命中率，大大提高，然后也有给物防啊、生命跟冷却，所以我们就把圣盾改成冰跑。那再来会选择出仙灵，或者是说就直接把天虫先坐上去也是可以。如果你觉得伤害真的很不够，因为天虫算是飞泪的核心，飞泪的大招啊，有大大增加他的。穿透效果加上一些斩杀效果，搭配这个天虫呢，它是会这样 combo 上去，会穿出去的。因为天虫是真的是对飞泪来说，真的是哦 ，damn， 太强了，太完美，太契合。那为什么不出钢枪？我觉得钢枪啊，伤害太逊了，相较于天虫，真的太逊了。然后再来我会出狂暴手套，你也可以选择出岩盾，但我个人比较偏好狂暴手套一点，因为飞泪这个角色呢，魔纹里面一定会塞到加速愈合，因为真的吸的非常的多，差非常的多。狂暴手套爆出来的护盾也有吃到加速愈合，加上吸血也有吃到加速愈合。那在最后一件装备呢，一定是复活甲，不用我多说，这件装备没有一个角色是不用出的，除非法师。接下来我们要讲奥义的部分。我个人奥义是金身精灵龙爪，那我认为啊，飞泪金身精灵龙爪这个攻速是最漂亮的，你在普攻衔接上面是非常顺畅流畅的，这样就已经很够了，不需要带什么觉醒什么那些，或是什么庇佑，不要带庇佑。我堂堂飞泪，我就是敢人大瑞，有没有踩死人？那再来是魔纹的部分。那我们的魔纹呢，就是带经典套装噬灵、叉骨，然后再来是绝地石头，但你也可以选择带鬼爪，但我个人比较偏好叉骨一点，因为飞泪有点就是有点控不得。那这版呢，我还没有试过狂热的飞泪，但是我觉得带狂热也非常的有戏，不一定要带棘手，虽然可以保命什么的，但是我发现狂热这个东西他真的不容小觑，很多角色都可以选择去带狂热。你不知道带什么的时候，带狂热是很不错的，因为现在狂热改成说启动的六秒内，每秒回复2%最大生命，坦克最大生命一定是高嘛，那飞泪这种半坦斗士，他生命也一定不低嘛，加上他要给25%韧性，穿了法防鞋又穿了这个狂热，他几乎是不受控的人，非常不受控。然后再来他又有增加 10% 的伤害输出率，就类似你冲锋战甲已经叠满层的概念是一样的。那我觉得狂热我觉得蛮有戏的，我应该往后会再试试看，然后再告诉你们感想是什么。那这版飞泪呢，我觉得他真的有机会再重回以前的巅峰样子，可能边线还是会被一些角色扛着，但是他已经可以开始陆陆续续去打一些凯撒路英雄了。飞泪被动了什么？被动他的手感，他的普攻衔接什么手感非常快，加上大招后摇有被动嘛，所以我大招下去的时候，大家实战部分你可以看到，说我大招我叠三层大招下去是可以秒打出第四下，然后就开始转。所以这个角色呢，我觉得他真的这一版越后面越多人用，甚至我觉得后面可能他会改变到排位的那个选择。那喜欢这个小教室的话，不要吝啬的赞，好不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实战的部分。哎呦，没错，我们来到了实战的部分了。来，我这边选了飞泪，你知道为什么吗？
把我们的头拿开，这个拆开，这个是麦克斯。但是呢，我还是选了飞雷，因为我想玩，因为我想要测试一下这版飞雷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再来就是这边呢，如果对面出佛忍，我们应该就爆炸了。凯撒路一定要等对面选完再去选你的凯撒路，这样你可以降低被 counter 的几率非常的多。除非对面都 ban 掉你怕的这样子，那你再选出来 OK。来，这是第一波嘛，我们先清兵。没有错，我们飞雷清兵速度之快，所以我们赶快过来看了一下，哎，超人又在录。我们这边选择先把鸟吃掉，因为这麦克斯已经慢清了嘛，这鸟势必我得吃，因为这是中立野怪，就是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物件啦。这边我们就来闹，哎呦，因为飞雷前期非常强势嘛，所以我们来闹，蹦戳，哎呦。哎呦，哎，啊，可惜这勾到，哎，毁天灭地，哇！这边没有看到吗？这边对面索文先到了，那，啊，我们的，就我们队友没有意识到我们这边在做什么，所以哇，哇，抓塞，我就直接抓塞。不过我们这边还算是不错啦，因为我们闹到那个猴子了，那猴子这样被闹到，其实我们这样不亏。他被猴子这个角色被闹到就爆炸了，而且这角色打野又超烂的，真的跟你讲，悟空这角色打野真的是烂到不行，真烂到出汁的那种，跟你讲，真的是烂到出汁。不要再跟我说猴子、啊，我喜欢猴子怎么办啊？不要问我，我觉得他超烂，好不好？那如果你喜欢玩猴子，那你就玩吧。啊，清兵。那通常这边呢，凯撒路要选择什么？这是刚好打野洗下来的情况嘛，他把我们带上去了，他保护我们可以离开这个凯撒路，可以去跑线。那我们这时候要选择说，看要吃古龙，或是说去吃魔龙。那当然都是看站位，看对面站什么。如果对面呢前期过强，因为我们这边我们前面做了什么？我们把对面打野搞到了嘛。搞到之后代表他前面战力是非常薄弱的，所以我们直接爽吃这古龙，然后吃完对面也不敢去挤魔龙嘛，那我们爽吃完这古龙，那我这边是想说上面那边已经 OK 了嘛，不需要我了，他们那边基本上不太需要我再去跑线了，所以这边我就改成选择去骑这波兵，然后来压这个对线的人，然后现在刚好对面蓝开嘛，所以他野怪也差不多升了，所以就打野就去爽洗一波，我们就靠一下这样子。那这边不选择吃魔龙呢，也是不是不行，但是通常是会吃啦。我，哦，但这波队友还抢到，哇哇傻笑，队友怎么抢到魔龙啦？太狠了吧！哇，那这我只能说对面太衰，基本上这样对面得炸。但这把情况比较特别一点，但通常凯撒路啊一定是古龙在，一定要上去帮这波魔龙，因为你掉了这波兵没有关系，因为有凯撒的塔，不用担心塔会爆。我想这个很重要，真的很重要，虽然我讲很多遍嘛，但我一定要告诉你们，凯撒路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当古龙跟魔龙要升的时候，打野没有要吃古龙意思，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跑去魔龙那边帮忙支援。但你跑过去的时候，你要注意地图说，有些对面会聪明一点，他会踩在右边，故意等你要去支援，然后先把你抓掉，可能真的就是手杀，哦，但是他们吃到魔龙，但是你死了，其实蛮亏的哦，让他们即将有机会去入你的小野，或是可能你家打野红开，哇，更惨，红区直接把你全扫了。所以凯撒路一定要注意这波，要保持血量，然后不要太大胆。那这边哎，对，我有点小失误了，被这个猴子痛宰了一顿，好痛。然后这边踩他，哎，没拉到，换他头爆，哎，没办法啊，胜输了，太久没玩了，胜输了，哈哈。我们这边就请跟他对清兵嘛，因为飞雷吸血极高，所以我现在血线还不错，所以我可以靠过来这个蓝 buff， 然后他也被我打到半血嘛，因为他没有吸，他不会吸血，所以我在那边蹲，然后这边抓个时机，然后加油加油
Nope. 哇，他制裁下的太好了，那打野过来嘛，我们这边叫打野，等一下，然后我们卖个肉，嗯，用我们的，就把他头打了一顿，结果他不敢过来，他吓到了。哎，卡萨夫这时候就是考验你的演技啊，我这个演技不太好。这边麦克斯亮灯了嘛，所以他代表什么？代表他飞不走了。结果他还给我压在这么前面清兵，我们直接，我们刚吃完古龙哦，我看这边凯撒路一定要注意一件事，这古龙跳了，你再清这波兵就是白目，就是欠人家过来把你带走。我们然后再吃古龙这些人啊，就是黑道，哭着，然后你还在前面清兵，你找死不是啊？直接来找你收保护费 ，GG 死了，爆炸，我这边没看到地图，这边我绝对没看到地图。哎，我看得到猴子吗？我再看一下，这边都没有猴子视野。哎，有清中兵嘛？敲完，然后哦，哎，这地图多重要！你看他清完中兵，哎，这边露头了，哭啊哭！红尾家，这就是红尾家失误了，红尾家太坏了，他居然不看地图，居然没有在注意小地图，在这边露出了半个小猴头，然后却没有注意到他要过来了。哇，这就是。我自己失误啊，所以随时都要注意地图，这很重要。地图就像是一个宝藏，你越细心去找宝藏，宝藏就会被你挖出来。对 ，Let's fly, baby。那我们这边就蹲一个凯撒路回来嘛，那我们打他一顿之后，打他一顿，这样子消耗他，扁他，那这样打他一顿之后，他就不敢回下嘛。刚好又有中兵，对，帮忙清这个中兵。但话说是帮忙，其实是来赚钱的哦。那再来就是赶回下，不过通常这时候啊，不建议这样做。那当然是因为我是打这个巅峰上，就比较放松一点，没有去注意这个中路过来。但这时候这个中路啊，心里 OS： 我咖喱的啊，所以各位一定要记住啊，洗中兵可以，中路的心声我帮你们讲出来了，中路心声就是。你可以洗我中兵啊，但是你至少等我一下吧。各位中路穷了好几季了嘛，没有关系，我这边帮你们诉苦，算我也是犯人之一啦。好爽。然后这边清兵，麦克斯赶快补一招。他飞走，他会往下。那我这边我没有去拦他，是不是？但通常应该是不应该去。我想这边也又是一个小细节。这边呢、啊，我们看到麦克斯飞上去了嘛。他飞已经飞了，他在这边嘛，他一定在这边，然后就会这样走过来。那我这时候如果不是吃这只鸟，我走过来这边卡他，我有机会杀他，害他掉兵，对不对？基本上这波可以把他的塔拔，如果有做到这件事情的话，但没办法，结果我们这边遇到阿猴了，这边就是他们三个人在上面，然后没有看到猴子，那我这边就是应该贵一点，这个选择。也没错啊，不过通常啊这种情况，然后对面我们的中野府又在中路的话，我一定要过来这边卡，这样才是对的。通常吃完这边鸟啊，这只鸟我们这边要怎么样做得更好？我想凡事都可以做得更好。这边我们要做得更好，就是往这边走，有没有看到鼠标？往这边，然后往下这样子走回来才是安全的。那走这边基本上啊。北蓝走位失误，真的是走位失误，所以我被处罚了嘛，打一顿，然后喷几走，然后什么都喷出去啊 ，GG， 而且还想，人家还想试试，那我被打爆头就会变成这样，这边少一个人力，不过因为对面没有那么厉害，所以我们掉东西，我们甚至没掉东西，还清了兵，然后这个人还是超人回出来。转，转，再转，哎呦，搓，再转，再拉，再搓，再转，再跳，再转，再转，搓，强，这盘飞猎真的，你有看我那些普攻手感吗？那些接招衔接，shit man。HM 女王重出江湖啦，真的猛这个角色我觉得这版真的是非常的
牛逼，真的是牛逼。哦，他没有飞我哎，酷哦。No。麦克斯，可爱呀、啊。哦，海莎是在哭哦。那我们这边其实我们这个配线有点问题，我们刚刚带的是魔王路，不过因为他们都在上面了，我们就将就一点，就赶快来带线，所以我把这条路给带了。哎、欸，哦，他们上面还打赢，我还把悟空头打爆。哎、欸，抓到一只阿高哎、欸，耶！有没有看到这个大招速度？哇，这大招太流畅了，真的太流畅了，我只能说太流畅了。人飞出来了。赶快帮忙，蹦戳，所以我教各位一个小技巧，在单挑的时候啊，你飞类大招下去，最好就是直接二一都不要秒，直接连按，一定可以命中，这样比你拉速度还要快，就是命中率会提高一点，但当然是大刀贴很近的时候，你看这边直接用按的，把它戳爆。所以这边差不多要G了，转，嘿，转，嘿，来，哎，嘣，没去，这就是天虫，各位出钢枪，这个人就不会死了，我没骗你，看机会，哎，拉一套，转，哎，吸超多血，我想飞类吸血多啊，绝对是因为他大被动在的时候，绝对吸很多，砰，啊，毁天灭地。真的强，各位！哦耶，残血阿飞拆塔喽！干嘛？我要秀他！没有啊，没事啊，狙了，就游戏狙狙而已啊，没事啊。来看输出到底多少。凯撒路20%， God damn， 就完了。哦呦，非常的好。如果你今天凯撒路输出比你的中路跟射手还有打野高的话，代表什么？这三个人出问题了，好不好？所以你不用太在意说自己输出怎么样，好不好？那今天的飞类呢，就到这边。那我体验下来呢，这角色非常的游戏啊，赞，强。那喜欢这种。详解系列呢，欢迎再帮我补个赞，好不好？或是留言有什么想法可以告诉我，因为叔叔都会把时间把它挤出来，然后去做。然后近期呢，都会有那个 A 牌啊，或是再来就是星耀跟 S 的这些排位说明。那这些段位都有不一样的方式，对不对？我们不同区段有不同应对方式。不可能都是用我这些在一直身处在那边激情碰撞的场来告诉你们该怎么做，因为要我们要对症下药，好吧？啊，感谢你们今天的收看，我是阿吴先生，我们下期再见。